们可以这次行程中玩一个游戏。游戏参与者共分为萌芽、守护者、抹杀者。李佳琦作为萌芽卡持有者，需要清除团队中所有抹杀者方可胜利。守护者需要保护萌芽，抹杀者只需精准的点杀掉萌芽即可胜利。萌芽拥有特殊的颜色卡，抹杀者点杀萌芽时需要猜中其所属颜色。一般都整不到。黑色的奇亚扭曲的脸，存在一个小贝壳。我们走。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快？我操！哎呀，巧了！走吗？走吗？预备，让我们的青春小小小火火啦！哇哦，不错哟！再见。他们的船超载了。在海南就没人追追上船了。在海南就没人追上船了。耗子，师傅上来吧。好了，我们去玩那个就水上摩托吧。不要你追我这题好不好？说了让你坐我这边。让你做逃兵，让你不到我们那个船。哎呀，我们在那边等了好久，你们怎么还没来？哎，好热，我们都快滑到出海了。刚刚的挑战，这边获胜，好不好？一人。我再去玩是可以赢得卡的。对对对。你坐低，啊，算了算了。啊，我走了。啊！人生就是这样的吗？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。人生就是这样。哇！哇！哈哈好啦，接下来要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竞技项目——沙滩排球。手脚不，小布，他吧，吴军，袁耀武，欢迎回来。啊！打过去！啊！小布来了！啊！我跟你们搞什么呀？哇，你可能要结婚了，没事啊。球别一闻，再追一分，来，你拿球干嘛？
等我过去，过去。啊！哇！你怎么没有过来这样？出你的诚意了吧？我只有三张，你给不给？给。你不给 ，OK？ 你给不给？袁一文，问我应该是好人。哦，真的是好人，他这已经跟我说了一天了。袁文姐跟我是一个阵营的，我们姐跟秦深是一个阵营的，全部交代给李嘉诚。原因？胖胖有一种放弃的感觉。我觉得胖胖是好人。跟你有他保谁谁真是坏人。哇，这个哎，你再给我一张吧。为什么就给你？现场就答应吧。好啊，那你知道抹杀谁？抹杀者是谁？我告诉你好吧。啊，我好了，结束了。好。那你给我吧。我还给他。我在这里自刀，我是抹杀者。你们杀我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手上是没有牌的，所以你杀不杀他都。对啊，胖胖手上也是没有刀的。我也觉得会把我刀出来的。你优秀。你的身份是说不准。有点失望。你想玩？我想猎杀他，猎杀，猎杀。文文，你说他自己是坏人了，但是胖胖还是要把咖啡。文文，所以我觉得胖胖可疑度更多，所以我现在点杀的是胖胖。我为什么要说我自己是抹杀者呢？因为我有五张牌，好好用就能杀掉李佳琦。我想先获得一个李佳琦的信息。李佳琦的颜色，在这十张卡里。我再获取一个李佳琦的信息。这一把颜色里头没有他。好，我来选了，对吗？嗯。让节目精彩一点了。你选择点啥黄色？肯定不是这张。理智告诉我选这个，上帝告诉我选这个。嗯，你选一下。谁都想不到我选了个什么颜色。这就太有了。蒙牙卡持有者，请你分析一下现在的局势。很简单啊，来啊，我不用分析了。你如何使用你的卡？三张杀一个人是吧？嗯。我要杀陈雪文。嗯。好。我要杀袁一文。嗯。你结束了吗？游戏结束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直接宣布结果。蒙牙杀者获胜。死之前他已经把你杀了。为什么他选中了颜色？选中了你的颜色。不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谁都想不到我选了个什么颜色。谁都是想不到我选了个什么颜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点兵点将点出了。这个不让办法。所以你怀疑过我吗？请看回吧。可以享受 double 的三亚至尊豪华重量级的 SPA 体验。你可以先躺好，躺好，你先趴一下。对，好，我们请一下我们技师进场。至尊来了，至尊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豪华。动，我是重量。开始吧。我帮你足底按摩。我脚抽。起来，起来，来，二，三，Stop!
心呢。先生舒服吗？先生，挺舒服的，不会吓是吧？啊！对，其实上你脚踩，我洗手了，我摸他的脚。妈呀！快，其实上你脚踩了。对，从前公布。哇！哇！要起来了。